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手剥笋，很开胃的酸辣手剥笋，打上可爱的小盘子，我超喜欢，笋也喜欢，盘子也喜欢。好脆啊，我很喜欢这个酸，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声音吧。哦，好辣，辣喉咙。这个是加辣的，中辣版再加辣的那个版。现在的都是这种的，嫩嫩的。这不是之前最早那批的辣度，比较辣。它开胃，吃了还想吃。我希望我下辈子是一只熊猫，我喜欢吃。太辣了，它就是后劲大。